老娘完了，询问阿歪老娘。Hello， 阿歪问阿歪说：“你在做什么呀？”我在钓今晚的晚餐啊，麻烦帮我钓草虾、鲫鱼、鲑鱼这一只。这个人会不会太厚脸皮啦？有了，有了，有动静，钓！眼睛哇，鲫鱼有了，钓钓钓钓钓，这太重了，这个鱼该不会是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好好笑哦，这个好好笑哦。要上来了，要上来了！哦，这只很难钓哎，他还会这样做这个。哦，有了，又是鲫鱼、鲑鱼，不对，这次是鲑鱼。这个鱼好重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了，草虾。下一关可以不要出现艺人或小宇宙吗？又是他，街头艺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国家的兵我来当。按下按钮，站上云朵，瞄准爱心射击吧。这是个怪人呢。